算了，我已经不需要你了，你想怎样就怎样。祝你拿到那个半冠军！滚啊你！这讨厌鬼！来来来来来！哦，修修修修修！哦，好吃的牛肉面来喽！哇！等一下，电视要采访啊！我告诉你，多吃一点，健康一点，这样镜头前面更有活力，知不知道？哥，吃吃吃！哼，我要把臭 Vicky 的这碗通通吃光，谁叫他现在才去买雨雷菇？哦，孝公牌牛肉面呐、啊，好吃的很呐、啊！哇，怎么样？这不是牛肉面吧？啊？这是牛肉面味道的幸福。哎呦，你嘴巴真甜呐、啊！你这形容到牛肉面的精华了。你再讲下去啊，我可能会得糖尿病的。哈哈，好吃好吃好吃，尽量吃尽量吃。你这是干什么？大家吃的津津有味了，你这一副这个厌食症的感觉，吃啊！你不是最爱吃？你们吃。哎呦！我是客人，你怎么可以吃？好的食材你这样端出来，人家抢着要。哎呀，真的不识货！哎呦，干嘛啦？你今天为什么一直那么紧张？啊？哪有？我哪有紧张？最好了，我都看得出来，好不好？你在装。好啦，我是在想，万一我在决赛的时候不小心把料理用烧焦会怎样？那么紧张干嘛？反正我们前面就赢了。啊？什么意思？你不知道吗？这次决赛是采五战三胜的方式，如果我们前面都赢了的话，你后面出怎样都没有差。叮咚叮咚叮咚！哎，你们再不吃就凉掉了，赶快进来啦！谢谢。哎，谢谢。你跑去哪里啊？马上要采访了。哎，贝贝，我跟你讲，他每次都自己跑掉，我已经习惯了。雨霞，你愿意烧焦？你不怕输给小妹吗？五战三胜。你知道我的小组成员，他们前面三场赢的话，我就可以做烧焦的苹果鸡丁给你妈妈吃了。如果他们没有赢，你还会烧焦吗？干嘛这样问啊？他们一定可以赢的、啊。会还是不会？会还是不会？不是啊，这样小妈就会公布影片呢。所以你根本没有打算要烧焦，那你还在干嘛？我本来就不应该相信你。如果你烧焦的话，那就给在全校面前讲你的好话。我不要，我会这么惨就是因为你害的。狗大便也是，小妈的影片也是，现在要我在决赛的时候做烧焦的料理，你知道这样会害我被很多人讨厌呢。你根本就不懂什么是被讨厌的感觉。我懂。懂什么啊？我其实跟你一样。哪里一样？你说啊，懂屁啊你！我其实是……是什么啊？算了，我已经不需要你了，你想怎样就怎样。祝你拿到那个半冠军！滚啊你！这讨厌鬼！如果你真的不想要继续参加比赛的话，也没有关系。对呀，我知道，是臭 Vicky 太小，我懂你的心情。他真的有点不要，真的你不要，白目，我真的没有，没有，我真的讲了，我先回去啦。谁啊？你哪知道？快点出来！然后你过你，你们怎么来了？嗨，你忘了拿？谢谢。其实我就想说明天再去拿啦，很重哎。谢谢啦。汉明，我是不是说错了什么，惹你不高兴？如果你真的不想要继续参加比赛的话，也没有关系。对呀，我知道，是臭 Vicky 太小，
我懂你的心情，啊，真的有点不要，真的你不要，我真的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我真的这样，我先回去啦。加油！切切切！加油加油加油！米雪妈妈，这是明天的术前同意书，再麻烦你帮我确认一下。如果什么问题，也可以现在跟我提出来。他现在状况怎么样？妈妈，目前的样子不太稳定，我们有帮他安排哪天比较早的。雨雪。雨贤妈妈，雨贤妈妈，雨贤明天的开刀时间已经安排好了。那术前同意书的部分，我们最晚在今天要做确认。医生，不好意思，你可以再等我一下，我等会再告诉你。弟弟，真的是你吗？不要动手术，我们不动手术好不好？那你乖乖睡觉。来，再一次。